欢迎大家回到节目的现场。哇，刚才两组的表现呢，大家是有目共睹。不过接下来这一组呢，来势汹汹，也不能忽视哦。对，是的，他们不但阵容强大，每次出场的时候呢，都肯定会带来很多欢笑哦。他们就是来自南山 Southview Primary School 的欢乐宝宝，给我们带来 Modern Dance。来，掌声欢迎他们。你们是什么昆虫？你们是什么昆虫？小蚂蚁。哦，小蚂蚁，原来是小蚂蚁。我还以为他们是蜈蚣啊，很可爱的小蚂蚁。那我们赶快来问问我们的裁判有什么话说。张峰奇，你刚才看的，哇，有点目瞪口呆的样子哦。就很可爱啊。然后他们刚那个往后翻，太厉害了。很不容易哈，很棒吧？对啊。小孩子小小年纪，体力那么强壮啊。艾琳有话要说。我觉得他们头一直这样子，哇！如果是我的话，一下我就晕了。头你看到那么多只蚂蚁，你会不会怕？不会，我觉得很可爱，很可爱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开始爱上蚂蚁了，很可爱哦。哇！在这里祝你们好运 ，OK？ 那我们的三位平凡男相亲现在也在伤脑筋。收看我们节目的你呢，我看可能现在呢应该在猜测到底哪两支队伍呢能够进我们的大决赛。不如现在呢马上来看一下我们的 SMS 投选成绩到目前为止是如何哦。好，现在暂时领先的哦，哎，是我们编号3的欢乐宝宝。哇，那另外两组呢要赶快加油咯。谢谢张峰奇。非常有才华的一位年轻人，是的，能创作，能跳，能跳，还能看呢。对对对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今天晚上我们四组朋友呢，也是很有才华的。我现在要宣布成绩了，非常难评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是四组朋友，对哦，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我告诉你们啊，我一向来不喜欢当评判。因为当我发现所有参赛的朋友都是那么优秀，可是却偏偏又割舍其他两组，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不舍得。哎呀，没有办法，比赛就是这样嘛。对，所以现在要宣布这个成绩。不
管成绩怎么样，都希望他们继续他们热爱的舞蹈，不要放弃哦。讲是这样讲，会很失望，难免吧。好，宣布成绩，黄淑安培娜杯周末武林大赛第二场半决赛，进入大决赛的是编号，编号几啊？好，进入大决赛，入围的队伍是编号。很快揭晓成绩嘛，大哥，我也很紧张哎，快点快点快点！是的 ，Happy Angel，Happy Angel， 恭喜你，恭喜恭喜！来自南山Happy Angel 来自马来西亚的朋友们，非常有创意的这组朋友。我现在看到其他队伍的神色有点凝重了，是的，大家都很紧张了，竞争太激烈了。好，现在马上为您宣布，最高分入围的队伍是编号。再宣布一次，最高分入围队伍是编号。